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玩七蛋大作战二，我是蔚蔚，我们继续来玩哦这个单人模式哦。上次我们解了这个第一个关卡哦，在这边讲，我们上次解了这个第一个关卡，然后第三个关卡在那边，我们上次不小心打开来了。那第二个关卡在哪边呢？其实我还没有录影的时候，有来这边找第二个关卡到底在哪边呢？然后我跟这个之前那个老婆婆讲话，那她跟我讲说，这个关卡的入口是隐藏起来的，所以我就在这边要这样到处乱喷啊，看到底哪边有这个入口。后来我发现，原来入口在这边，就在第一关的左边哦，这边这个，你发现你进不去这样子。进不去，但是如果你前进去的话，哎，这样就可以进去了。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隐藏的关卡，隐藏的关卡入口啊，不是隐藏的关卡。这样，这是第二关的入口，我们进去咯。那我觉得这个，第二个关卡，或者说这边的关卡，感觉有点像训练的感觉啊。哦，那是干嘛？那是干嘛？该有什么东西向我冲过来的感觉？啊，那上面有一个球啊，在上面。这边是没事啊，那我就走这边。这是一个 checkpoint， 接下来打这个吗？酷！这样我就拿上面这个。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的吗？没有，好，继续喽。哦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加去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这边我来可以上去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走到别的地方。我在你后面。不小心掉下去了，哎，下面有东西耶，意外获得这个，上面呢？现在应该往前走。呀！我又到了 checkpoint，
说他不太容易受伤了 ，harmless。我是从这边上去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前面上面有东西耶！这是炸弹。哦，所以要炸他们就对了。哎，还有一些没有被炸到的。这个吗？又有炸弹！跳起啊！哎，还有吗？还有一些没有死的这边，在这边。进去了。好，知道，知道，再一次。好，走这边。呜，发现我了，发现我了。是这边。哎。把它炸掉就好了。欸，可以用这边来炸。欸，这样我们就要过关了吗？第二关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二个关卡，有些东西没有拿到哦，那没关系哦，那就来解第三个关卡。第三个关卡，我们第一次已经打开来了，在这边。关卡不知道会不会越来越难。来喽，第三个关卡。用这个。应该是教你怎么跳了，这边有很多跳的。
好了，到了这个 checkpoint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上次我那个第一个关卡应该要，用趴下来，然后飞过去才算我有穿过那个洞。知道了。像这样啊，要蹲下来才算穿过那个洞。啊！受伤了。然后受伤的时候就要lay low，就是要休息一下，知道了。哦，那根棒子很恐怖哎，大家小心一点。那我就直接出去就好了。好，得到一个 checkpoint。下面是Tokyo 啊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就从这边上去。好，顺利的过去。这边有两根柱子啊，要小心点。哎，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哦，亮亮的哦，我上去看一下。哦，不要掉下去。哦，有一个武器啦，哎呦，好的。接下来可以走上去吗？边啊，用跳的，要蹲下来跳过去，知道了。还有点失准，有一些没有跳到。哦，这个要小心点。这样就过了第三个关卡。
这样，我们玩的是单机模式啊，就有点像破关的感觉。哇，原来这个游戏还有那么多的这种模式，知道了。哦，要到 boss 的关卡了 ，boss kettle。在这边，这边是 boss 来喽！你怎么知道要躲我？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给你炸弹哦！没事吗？好吧。好，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要打这个 boss 了。那我想说，我们今天先玩到这个地方，明天再继续玩下去。哎，这边是 boss 吗？对，这边是 boss。我们明天再去打 boss。我是魏巍，我们明天见，拜。